愉快的假期就这样结束了哦。收心，收心啦。瑞亚掐指一算，天天暴揍的你哪有心思按时保养啊，是不是已经顶着个黑眼圈王者归来的 SO？ 你可以现在就去文末抓取瑞将为你准备的大福利，也不小熨斗。当然，如果先跟着瑞将学保养，像有实力的演技大咖讨教如何修炼武林演技的方法，获得的实惠将会更加贴心哦。看不懂95后00后的小仙女暴露眼龄不自知，注意瑞将上来就要啪啪打脸了。眼下越来越多的小仙女们都在跟美妆老师抢饭碗，经常与大家分享好用的化妆品。But 瑞将却发现这些95后00后的小仙女个个眼中露怯好吗？卸了妆后的黑眼圈居然比30岁阿姨还要黑。化妆啊只是掩盖住你的表象，卸妆后的真素颜才是最真实的肌肤写照。与其天天推荐化妆品，为何不来点实际的，先把自己的眼周肌肤保养好呢？宝宝们，文末有福利，需00后欧阳娜娜的真素颜服中脸上黑眼圈，不然瑞将看着都想操把心，一大早的气色不佳，眼周差成这样子，还要叫粉丝而如何战斗？肌肤看似干净，但眼袋加黑眼圈却显现出来了哦。常常安利大家如何化好上学妆容，我们都是好孩子啊，上学不准化妆捏。95后的小仙女林云也躺枪了素颜，演技一般般。小仙女林云也是资深级的美妆老师了，经常给粉丝儿们梳化妆聊技巧。But 素颜后的她黑眼圈也是超级明显的好吗？难怪对化妆技巧如此在行，因为必须靠底妆才能遮瑕变身小仙女啊。其实大家都是靠颜值过日子的人，为何要如此接地气儿的卸妆自曝瑕疵感呢？晒出美照高高在上敌方小仙女不好吗？如果一定要素颜相见，也请向真正的仙女姐姐们学习完美肌肤的保养技巧，对我们的眼睛负责啊。论有实力的演技大咖瑞将指福，这些仙女姐姐们可以和香奈儿说过，20岁的容貌取决于上天，50岁的面孔取决于自己。这句话得到了验证，因为明星圈里的仙女姐姐们卸了妆，素颜与你相见完全无灵啊。瑞将告诉你，无灵是因为眼周机灵隐藏的深。不信你看白月光娘娘秦岚眼睛里闪现小星星，会保养的秦岚脸上完全看不出岁月感，满脸写着我很年轻，我还是个少女兰。想知道她是如何隐藏自己的年龄吗？注意要看眼睛哦，少女兰的眼睛里会绽放小星星，她特别注重卸妆，而且会将卸妆细致区分出专卸眼妆、专卸全脸，在护肤步骤中又特别注重眼部的保养，为了让眼周无灵，每日眼霜刷不停啊。好演技等于好演技40加的蛇师吗？这素颜无机灵，作为一个40加的仙女姐姐，好演技等于好演技，如果连自己的颜值都管控不住，又怎能看住好角色呢？蛇师卖的睡前保养步骤一个不落，眼霜、精华、护唇膏、护手霜，做个演员容易吗？睡个觉都要有仪式感啊。辣妈级的黄圣依更是注重眼部保养，宝妈们都从睡不好没时间做保养的阶段苦熬过，眼部困扰超级多，黑眼圈、夜袋、浮肿、细纹，说着说着就老了。黄圣依对于眼周抚平细纹有着自己的技巧，她是用眼贴膜急救，上了一天妆后眼周出现的小干纹贴片眼膜就抚平了呢。张雨绮挺好的分享演技很走心，张雨绮眼部保养很不错，但眼光有点弱了，因为挑的男人总是差点劲儿。不过对于女神级的她完全不 care， 一个励志女神不是靠男人才活得精彩，更值得她敢爱敢恨敢取舍。给网友们推荐自己的私货时也是直白的很，比如她教大家使用眼部美容仪，居然没有打广告，而是真的推荐五毛钱的刮痧板和铂金棒，并且告诉大家只需要花点时间和力气，平价刮痧板加铂金棒也能让人美美呆。所以呀，还是那句话，
20岁的容貌取决于上天，50岁的面孔取决于自己。这些仙女姐姐们用自己的年龄加颜值向你证明，没有丑女，只有懒女哦。强烈安利养眼术给需要提升演技的小仙女们。瑞将操着白月光的心，必须强烈安利给小仙女们三招养眼术，提升演技就在此刻。养眼关键三个字，养护肤关键字。养瑞将这里强调，利用与手机蓝光带给你的眼部衰老有关。我手机，你觉得自己一天会看多少次呢？有些人会说顶多22次吧。实际上我们每天要查看76次哦，每看一次所用的时间都不相同，很多时候会集中在睡觉前，而手机反射出的蓝光危害很大，能使你视力下降，眼睛干涩，皮肤暗沉，眼周肌肤老化，眼周色斑，流眼泪，危害这么大，一定要重视哦。因此平日里减少盯看手机的次数，睡前避免长时间的刷微信、追小说、打手游等，更要注意日常的护眼哦。关键字：护说起护眼，瑞将必须告诉你，眼霜是关键。而这些年，我们对眼霜的误解太深了，很多女生会说：“眼霜啊，我还没到该使用的年龄段呢。”眼霜啊，好贵啊！眼霜啊，护肤加一步太麻烦了。眼霜啊，我的皮肤不耐受。眼霜啊，它是什么鬼？对，眼霜它是什么鬼呢？它能帮助你延缓眼周肌肤的衰老。我们的眼部肌肤厚度只有面部肌肤的三分之一，它与唇不一样，不出油，不出汗，干燥，缺水，长皱纹，堆积色素的。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肌肤，都要注重眼部的保养。因此宝宝们25岁之前要以防护型眼霜为主，25岁之后以修护型眼霜为主，30岁之后就要抗老提拉紧致型眼霜。有时候不是你的眼霜不好用，而是你没有真正的了解它，使用它而造成眼霜吸收不好。瑞将给你安利正确的眼霜按摩吸收技巧，一起跟着学习吧。Step 1，将适量眼霜均匀涂抹在指腹，从后向前眼涂在眼周，并由后向前轻柔推开。Step 2，想要让眼霜吸收更好，需沿着眼眶顺时针按摩，可促进血液循环，轻轻的按压眼周可帮助吸收，还能消水肿。Step 3，再用食指与中指沿着眼眶向后提拉5-10次，可缓解眼部疲劳。瑞将丢你6款好用的眼霜单品，欧珀莱时光锁紧致素颜系列，抗皱紧实眼霜20克260人民币，来自智宠凝视精华精华眼霜20毫升410人民币，雪花秀姿精雪肤美白修护眼霜15毫升510人民币， IOPABL 生源化肽活力眼霜25毫升390人民币，梦妆山茶凝视修护精华眼霜25毫升 RMB 289 Fresh 富蕾诗红茶紧致修护眼部精华霜15毫升620人民币。关键字：敷日常使用眼霜还不够，熬夜用眼过度，遭遇眼周突发问题时却要使用眼膜哦。它是一种眼部肌肤 SOS 的法宝，就像我们使用面膜一样，眼膜可以快速补水保湿，减少细纹，消除疲劳，增加肌肤弹性等好处呢。当然眼膜不仅可以贴在眼周，还可以贴法令纹、抬头纹等位置哦，也是一物多用的半美小帮手。瑞将丢你4款好用的眼膜单品，兰芝夜间修护睡眠眼膜25毫升230人民币，资生堂悦微珀斐素颜抗皱眼膜12片580人民币， FNCL 紧致嫩肤精华眼膜6对298人民币，PT 2彼得罗夫舍精化量提拉研磨30片680人民币。瑞将爱你哦，400米的眼部小熨斗说送就送，你的心跳加速了吗？这只眼部小熨斗也许就要飞到你的怀里啦。怎么得怎么得，还是老规矩盖了，从瑞将发文开始，下一周的同一时间为截止日期，楼号为36 66
96% 的网友将获得兰芝智聪明石精焕精华眼霜20毫升410人民币一支哦，还在等什么？速速盖楼啊。 PS， 上次盖楼获奖人员已经在上周头条里公布，没看到的宝宝们记得去看哦。兰芝智聪明石精焕精华眼霜20毫升410人民币。